欢庆马来西亚建国60年，槟城土库街连续2天举办美食街活动，除了马来西亚本国民众，还有大批的游客，将近15万人会前往参与。慈济志工更是走上街头介绍慈济，也招募会员。一人一善，祥和社会，远离灾难。Because the Sechi Foundation, they help everybody, not only the Buddhists, they help everybody. 你要知道慈济是什么东西了。因为 uniform 很明显的，我看到几个很多地方都有看到的。主动宣传，拉近距离。这位黄小姐想拜访慈济已经很久了。走进去好像很那种很 tense 这样子哦。所以你们这样子走在街上，大家方便讲话吗？除了募心募款，静思书轩也摆摊推广静思资粮，以动手 DIY 的方式吸引来往的游客注意。It's really nice, really good. Like you can make a game and you put on your own, and really good idea. 做好事吗？欢庆国家的生日，不忘做好事，要让这块土地更加美好。大爱新闻马来西亚综合报道。